刚刚喷的地方是牙周病的地方。对对对对。所以牙周病的地方就会不舒服。对，嗯。这样就好了吗？对，这样就好了。全部好了。哎，对。哦，是是是。啊，再来就来两个月再来清。清那个牙周了、哦，但是你就是在家里就是帮牙尖刷或者。医师，我可以照你的脸吗？是，哎，你说。啊。你刚说我们怎么样照顾吗？就是说他现在就也帮他补好了啊，下一次就是继续两个月的追踪牙周治疗嘛啊，那在家里的话就尽量用比较大号的牙尖刷或冲牙机。啊，来帮他做那个口腔牙周的照顾，尤其牙缝比较大一点的，可以用冲牙机跟牙尖刷来帮他清干净，这样对他的口腔保护会比较好一点。那请问一下，像我妈这样，她没有吃饭，她只是用啊、会啊，鼻胃管为什么还会有这样的问题？会断逆流啊，她有时候你东西从这个鼻管进去，她有时候会胃食道逆流，那东西会从那个食道跑到口腔来啊。那口腔里面就有五六百种细菌啊，它会跟那个胃食道逆流的东西结合在一起，会造成牙菌斑呐、啊。虽然是有牙周的问题，所以还是要做每天还是要做清洁工作，不要因为它没有镜子就不刷牙，还是要刷牙。它虽然不尖口，但是东西还是会有时候会逆流到口腔里面，所以还是要做口腔的清洁工作、哦、那请问一下，它原来是用那个牙。那叫什么什么海绵呐、啊？海绵棒进去。海绵棒其实它只能够做那个软组织的清洁工作了。那它本身有牙齿，所以还是要用牙刷才能够彻底的刷干净了。那刷完牙之后，就是辅助用，就是用牙尖刷嘛，或者用冲牙机再把那个牙缝再清干净一点。哦，你单纯用那个海绵刷，没办法把那个牙菌斑彻底清干净。哦，还是要用刷牙的，要有刷牙的动作进去的。用海绵刷通常效果不会很好。是会把那个全部的牙齿都清干净，还是用牙刷的动作，刷牙的动作才 OK。所以你的意思是说，像我妈妈这种，不没有金口，不金口竟然还是用刷牙。但如果真的很没有时间，找不到出去时间的话，可以一天帮她刷一次。但那一次一定要非常的彻底，非常的干净，就是很彻底、很干净的，就一天刷一次 OK。啊，如果真的有时间的话，就当然是每餐吃完东西就帮他刷，每餐吃完东西就帮他刷。真的是抽不出时间，没有空余的时间的话，一天最好至少一定要刷一次，那一次要彻底的干净，然后要刷牙，用牙线，用牙尖刷，用冲牙机，这样会对他讲会比较好一点。所以如果说我们可以三餐，我们不是吃三餐呢，我们是吃四餐呢，四五餐呢。就是你的意思是说每一次吃完都要吗？没有，我的意思说一般是早上一次的哈、啊。早上一次，晚上一次，至少两次了。好、哦，两次。啊，如果真的没办法两次，就一次也可以。但一次那一次一定要彻底干净了、嗯，就睡前就应该是睡前那一次，要彻底干净，要把牙齿每个地方刷干净，用牙线、用牙尖刷、用冲牙机，哦，做一些牙周处置的动作了。那至少这一般他这种年纪，他可以一天刷两次，或三第三次就中午，如果他有空闲的话，中午也可以刷了。大概最原则是刷三次，早中晚哈、哦、都刷一次。啊，如果真的完全找不出时间，晚上那一次一定要刷得彻底干净。嗯，如果我们没有可能跟他做彻底干净，我们可以少量的话，那就是早上跟晚上，还有中午。跟中午就用牙刷，这时候是要牙刷，不要用牙，一定要用牙刷。你用一定要用牙棒，什么那种海绵刷，怎么刷没办法，牙菌斑彻底刷干净。哦，了解，谢谢。